粥。最近这两天我们这儿降温了，咱们简单吃一个火锅啊，简单去超市买了点小设备啊，咱们给它简单处理一下。首先切点这个百叶，这毛肚好像一般啊，这总有种破破烂烂的感觉啊，不够规整啊。把毛肚也给它切成丝儿，然后咱们切点葱姜，然后咱们把大葱给它切成小段儿，然后来一块豆腐，切片，金针菇，这是海鲜菇，一香菇，简单打一个十字刀。豆皮给它切丝，然后来点粉条。首先咱们锅里边稍微来点油，油温一两成热，咱们把这提前切好的葱姜，然后来一勺郫县豆瓣酱，咱们给它炒香，然后咱们给里边稍微来点这个辣椒面，干辣椒，来简单炒制一下，炒香，然后来点水，给里边来一块火锅底料啊，小火咕嘟十几分钟啊，充分给它入味，这牛肉好像多少有点像科技啊，这还是我们这儿的一个大品牌啊。来炒好的料，放到锅中，这是昨天吃酸辣粉剩下的这个汤料，然后咱们给里边来一勺芝麻酱，待会儿给它卸开，先下一个小平菇吧，然后把这些小肉来搞里边，来搞里头，等待的感觉啊，这颇为幸福啊！哎，这块已经成熟了，你知道吗？咱们先给它感受一下。嗯，该说不说啊，今天是真的辣。这一会儿非常 nice 啊，咱们把这肉下到锅中。我们内蒙人吃火锅啊，这样一筷子一筷子的这种下肉方式啊，略显羞涩吧。当然，内蒙人的这个状态要搞起来。展示一下我们内蒙人民啊，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内蒙人民啊。这个在吃肉方面的一个精神风貌啊！哎呀，这肉啊，炖住了，满满的一锅肉啊！我天，这种幸福感你能想象吗？迫不及待了，有一部分这个先成熟的，我先来点儿。阿姨，咱们来上一筷子啊！我这一筷子满满都是羊肉啊！嗯，尤其我这个樱桃小口啊，这一筷子还吃不下。
超级爽。然后咱们把这个羊肉下到锅中，这肉片的纹理还是蛮漂亮的。这肉熟了，哇，一夹一个满筷子。接下来稍微来点这个毛肚和百叶啊，满满一碗啊！咱们今天是五斤毛肚啊，五斤牛羊肉啊，哇，直接吃到爽。去烫一下，极其脆嫩。哇，今天这毛肚白叶烫得非常成功啊，吃到嘴里边嘎吱作响。